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，它们下的蛋也是个头最大的蛋，平均一个鸵鸟蛋重达1500克，一个鸵鸟蛋相当于30个鸡蛋的重量。但是取鸵鸟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鸵鸟虽然不会飞，但是它们护蛋心切，一旦被它们发现，就会飞一般过来找你算账。那么，当地人有什么办法可以取到鸵鸟蛋呢？本来热汗古丽是要扮成鸵鸟去吸引它们，结果他糟糕的表演让鸵鸟们根本不买账。但是在热汗古丽的一再挑衅下，鸵鸟开始反击了。不过总算引出鸵鸟了，艾和麦提开始下手了。